日前有媒体爆出了一段演员曾黎和一男子亲密出行的视频，画面中两人不但一起甜蜜就餐，而且走出餐厅后，曾黎主动与该男子挽手同行，期间曾黎甚至还不顾路人眼光，主动当街喂食，显得非常亲密。从曝光的视频中不难看出，与曾黎同行的男子身材魁梧，气场十足，疑似两人已经交往很久。当天曾黎穿着深色套装，还戴着白色帽子，打扮得十分的休闲和低调，两人在路边跟普通人恋爱一样在散步，之后曾黎还亲密地挽着男方手臂走进餐厅，这举动足以证明他们私下关系非常好。在两人吃完饭后便双双地离开了，看似还准备前往下一个约会的地点。在路边，这名神秘的中年男子还非常温柔地拉了一下曾黎，可能是怕他不小心摔倒。有网友猜测曾黎这是恋情要曝光了，不过网友们也表示只要是真爱就在一起，祝福。